M51 导弹的研制经费很高，一枚 M51 导弹即便不带核弹头，其造价就已经达到了1.5亿欧元，这还只是一枚导弹的价格。这间保险库里垂直放置着16枚核导弹，每一枚都安装在发射管内。这些导弹高约12米，重54吨，其发射时速约为18000公里。这些都是发射饵，里面装着导弹。这种导弹一共分为3节，长度超过10米，几乎等同于潜艇的直径。这艘潜艇是专门为发射导弹而设计的。这16枚导弹，每一枚都威力巨大，如果装上核弹头，威力会加倍。M51 导弹重达50吨，比上一代的 M45 导弹要大得多啊。潜艇不能向陆上发送信号，但可以使用可伸缩的通信天线接收加密过的命令。潜艇在接收信号时会停留在距离海面10米左右的深度，经过加密的指令会发送到指挥室的无线电设备上，全体船员必须随时准备。潜艇还会进行核弹发射演习，当演习开始后，指挥官和他的副手需要立即返回各自的岗位，一起输入能启动导弹发射管的计算机序列。战略核潜艇上的两位指挥官接下来要启动核代码，两人都无法知晓导弹发射计划的全部秘密。16枚导弹已经就位，准备从舱门发射。重达50多吨的导弹被推离发射管，从水下发射升空。